胃不好，养胃早餐江中猴菇排米稀提醒您关注本期看点。今天刚进行灭大戏《仙剑奇侠传》的选角，请来了三位外来的同学进行踢馆。这轮选角过后，我们将确定毕业大戏的整个阵容。错过了今天，你们再想竞争你们心目中的角色就没有机会了。我觉得挺好的，跳得好好。不要那么怀疑，不行不行，你再给他，不能再说这个了。听好了，来吧。哎，那个老师，同学们都过来一下，过来一下啊！我就想在这里，我就。真的希望以后你能真格给我们说，而是可以一直在你身边就好了，肯定保护你。希望我们所有人能够见证你最幸福的时刻。1、2、3，欢迎收看由胃不好养胃早餐江中猴菇排米稀冠名播出的一年级。有一个小游戏要做，抢凳子。我们现在男生有6位，其他都是女生，所以呢，他们有优先选择权。男生有一个机会，可以申请到女生的同意，就是有10秒钟的时间向女生表白，说出内心想说的话。这个好，这个好。关键是女生也不一定要轻易同意的。哦，可以拒绝。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吧来吧。好，我们音乐准备开始。我觉得我选了一定会有很多女孩子会生气的。对呀、啊，我也会。如果我选了，你剩下的可以不生我气吗？潘潘，你选什么？我觉得你是我长大到现在看到过最舒服的女孩子，最舒服比最美更重要。我想哭了，听到了。所以我想请你做我的舞伴，所以我想请你做我的舞伴。我同意。恭喜他们成功！哇，强强强！音乐放起来。这个不用表白了，这个不用表白了，没有悬念，你们很讨厌，从来也不选我。
们今天要变一下舞伴吗？帅帅，亲一个吧，现在应该求婚。我上次拒绝你之后，我说过表白这种事情要男生来做。那你愿意接受我吗？我现在有点乱，我现在有点乱。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善良、很可爱、笑起来很美的女生。什么？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报仇拒绝啊！那我不同意。好，那我下次换一个。男生，盯好你们心仪的姑娘啊！音乐放起来。你是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而且你笑起来非常的美丽。倪女士，如果你跟了我，我以后每一天都给你做好吃的，怎么样？我在今天晚会之前就已经想好了自己的伙伴。五位男生已经找到了各自的舞伴，但仍有同学落单。我们再来一次蒙眼游戏，凑齐大家各自的舞伴。有没有人啊？谁呀？来啊！你猜啊？啊，是我。人呢？人呢？我。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张子林，跳起来！张恨走，音乐大一点。选择一个喜欢人的身边啊！谁来了？惊喜！
是走过去，我没有特写，就看这一次了。加油，算邀请。哇！When marimba rhythm start to play, dance with me. 会不会？我不会。我天哪！你要这么快的？不是，你会三步，前三步。二三，二三，然后后。跳的实在是太难看了。同学老师们，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玩耍，一起嗨起来！我这太复杂了，这太难跳了。那个假装的可以了。你不要这么多变化，行不行？好，不变了，就这样。有没有变化来了，罗老师？可以来点变化了。变化哈。哎，为什么这么像煎鱼的？这个好，这个好，保持这个，保持这个。我们广场舞啊，真的。张老师，张老师，快！哦，我。太难了，张老师，这是。这我不会，哎，你来，你来，这太难了，这个。看，这个什么动作？哇哇哇！这个好。啊，这什么？什么东西啊？这个，这个厉害。OK
我们亲，亲爱的各位老师们，其实呢，我们今天也为你们准备了一份惊喜。今天我们给五位老师准备了五份礼物，虽然说这五份礼物不是那么奢华，不是那么贵重，但是呢，这每一份礼物都包含着我们小小的心意。谢谢。不是那种教人普通话的那种书本的。哎，那个好，那个是我穿过的吗？对。就是为什么要送这个马褂呢？是因为志林哥，参加了我们的台词的考核。对。那一次的考核，对我们科班生来说，帮助了我们特别大。我们自己那天也说了，他说我们出了社会3年、5年、10年。也是想成为二位老师这样的一个优秀的演员，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梦想。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我们一直把你看作我们心目当中的田螺姑娘。在箱子底下有一封任务卡，是这样的，一直以来呢都是你来给我们颁布任务卡，现在请你大声的宣读任务卡。嗨，美丽善良温柔大方的田螺姑娘，看到这里先不要忙着开心，因为这不是一封煽情的书信，而是一张充满着霸道气息的任务卡。我们所有人命令你从今天开始每个月都要来看我们一次，在我们不开心的时候要哄我们开心，我们开心的时候你要比我们更开心，我们有任何不顺心的事情你都要第一时间来关心或者指出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真的很依赖你，不管以后怎么样都要一直保持联系，做我们永远的田螺姑娘，最爱你的同学们。池亮姐先把这个礼物先打开了，因为里面是我们同学所有同学每个人送你的一个小礼物。小熊他都有想对你说的一些话。我在代表我们所有科班生想跟他解释。现在已经认识了你跟军哥118天了，可是时间过得太快了，我真的希望以后你跟军哥不用我亲吻。不会，不会。我们还一起开始。对，加油，同学们加油，我爱你们。陈老师，特别荣幸有您这样的老艺术家。在认识您之前，我以为表演就是演戏，就是模仿学别人，但是遇见您之后我才发现表演是那么真实又那么残忍的东西，我觉得我特别幸运遇到您。亲爱的陈老师，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也能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我知道你在就是表演这个艺术的造诣已经不足以就是达到你心中的那个欲望了，你肯定想得到最佳的导演奖，对不对？那先给你，那你那个电影的女主角能不能考虑用我？实在不行配角也可以。配角也不行，那我当死尸也可以。那奥斯卡就拿不到了。我们俩可以互相成就啊。谢谢谢谢。我要说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电影导演的这个路上呢，我真的跟你们一样也是一年级，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我希望就是你们今天给我的把它当作对我的鞭策和鼓励，我一定会
努力的，不辜负你们对我的这个期望，谢谢。亲爱的娄老师，感谢你一直包容我的娇气，然后教我成长，特别是教了很多我在演艺这条道路上的道理，感谢有你这位老师。四个月过得真的很快，但是又很慢，像四年一样。其实在你这里真的学习到了非常多的东西，谢谢。如果哪一天你不开心了，又有挫折了，你打电话给潘潘，潘潘第一时间不管在哪里肯定飞到你的身边陪伴你，好吗？打开它。是吃的吗？什么吃的？你打开看看。哇，不是吧。真的很讨厌你们。这一个学期，对，这一个学期我们这些做学生的老调皮捣蛋，但是我希望你不可以讨厌我们，也不可以不喜欢我们。我们都希望你会很骄傲的告诉别人说，我们这些学生是你娄一笑的学生。我们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出现照顾你、呵护你，然后也希望我们所有人能够见证你最幸福的时刻。嗯，谢谢同学。我就想说谢谢每一位同学，还有每一位老师。然后现在其实真的是不敢看大家，就怕收不住，所以真的很感谢各位同学们，也祝你们毕业愉快，然后祝各位老师以后都顺顺利利，我们将来还是好朋友。对，会非常的好，它是我们这段时间的教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点，挺不舍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毕业舞会，我觉得自己真的好幸福，好幸运。我觉得这个班就像一个豪华的旅行团一样，每一样东西都是那么的如意，然后那么的安全。希望他们到真实的地方的时候，好好的干，好好的做自己的一番事业。我希望他们可以在以后的工作里面多一点想起我们老师跟他们说的一些经验。我也希望同学们，你们一定要加倍的努力。啊！我丢捧花了！我丢捧花了！丢捧花！身为老师，最幸福的莫过于看到学生的成长。而我们所期待与坚持的是他们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同学们，现在有这么一个事儿，22号有一个首届影视新人抢签大会在咱们学校。抢签大会就是那天呢，会有很多影视公司来这儿，就有种像人才招聘的一个形式，都是很大的影视公司，像光线啊、华谊啊这些很大的影视公司都会来招演员。
到时候会全国甚至全国的演员都会来这儿递简历。全国？全国？所以呢，那天大家每个人至少要准备20份简历，因为咱们也是大四的学生嘛，咱们面临着这个就业的问题，这个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签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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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很高哎，并不想签他。一二三，现在就可以行动了。哦，行动行动。还有谁没有人陪？老师老师，能带着我们吗？老师老师，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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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走吧。好，我们先去红红了三个。这个什么公司来的？华策。华策啊，华策，你们先要了解自己在排什么啊？你们所有的资料都拿好了吗？排队排队排队，排好队，不要不要那个叫什么插队，对吧？对。梅婷老师，我们这那边有五个同学都是一年级的学生，今天来啊、面试的，希望你可以给他们机会。好，谢谢。好。好。好的，谢谢。我们这班都是一年级的学生，希望老师可以给他们机会。他很安静也可以，很活泼也可以。他是我们一年级的同学赵浩月，希望你可以给他们机会，把电话写下来给老师吧。麻烦你们等一下多给一年级的学生机会，谢谢谢谢谢谢。我也没有说什么，我只是打个招呼，说希望可以多给他们机会，这样帮他们说两句吧，就告诉老板他们的特点，可能第三者来介绍一个人会比较好。老师谢谢，我先走。好，好，我还要去照顾其他学生，谢谢谢谢。啊，不用了，可以了。你好，你好，潘潘。是，我看了你们节目呢。你现在还惧怕唱歌吗？啊，我其实一直都不怕唱歌，就是别人觉得我唱的不好，但是我自己觉得自己唱的挺好听的。青城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停一下，停一下。把汪峰老师都拦住了。他的问题不是唱得好坏的问题。和我一样吗？那你为什么会想到转行来学表演呢？我从小就是喜欢看电视里面的东西，然后模仿。我最喜欢的是班秧子。那你能演一段吗？老师要看我表演，是吗？哈哈哈哈，西湖美景三月天嘞，雨心碎，风流美，梦缠绵，情悠远嘞。失败了。但记得给我加特效，哥哥。好可爱。好，老师再见。老师，我是来搞笑的吗？那你等一下去面试，别在这认真一点了。我真的很认真了。好，去准备，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是专业的，我们是专业的。你是专业的吗？嗯，嗯。我们老师说我的表演是所有人里面最纯真的，最纯真的。着急，这世上没有你，已经和眼泪。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太委屈。可以了，我嗓子不好。对不起，老师。没事没事，拍拍你的自信是好的。可以了，可以了。我就这样走了吗？我是专业的，专业的。真的。别疯，别疯了，记得。哎，老师你好，老师你好，我们是一年级的学生，我们今天来了，希望可以得到江中红谷米稀的代言人的合约的。袁老师，你知道江中为什么很看重一年级吗？
因为一年之是个非常健康的节目，我们猴菇米系也是个非常健康的食物。老师，我知道，因为我听我们总导演徐老师说过，江中跟我们一年级是一样的树，我们都是自己原创的。对，你好，非常好，非常好。你要把这个直通名额啊，直接给潘潘。哇，太好了！可以拿到了吗？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在这一行呢，那么多年呢，都没有碰过这样的情形的。我希望他们呢，也可以把这些机会的牢牢的抓在手里。等一下，我们的孩子们呢，会按照这个号码牌依次的登场，在三轮过后呢，如果用人单位继续留灯，则要向我们的学生当场提供聘用意向书，并且拥有一个月的考察试用时间。每位同学只能反选3家企业。接下来，我正式宣布。上戏首届影视新人抢签大会正式开始。来，下一位。哎呀，行走的荷尔蒙。这也是我们一年级毕业季的于继伟同学，他现在是科班生大四。他真的不错，唱歌好听，外形好。哎，他上镜好帅啊！他本人也很帅的，好帅！他的五官一上镜，整个舒展开来了。进行到个人才艺展示好不好？我弹吉他唱歌吧。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雨渐渐打到我看你不见，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各位老师，有什么问题吗？没事，袁老师。婷姐。亮亮说要抢抢他，本来我也觉得公司很大气，就亮亮这样跟我说了以后，我打算抢。亮亮姐，你上来了，来来来，你上来，你上来。于子伟呢，是我一进来一年级第一眼就爱上他的学生，他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另外呢，他就是很用心，他真的很用心去学，我希望大家可以给他机会。好，大家每一家都给了他机会。哎呦妈呀，这亮亮，那如果要是很多公司都有很多特别好的项目给他的时候，你说我们是不是我们可以私底下联系。现在你们为什么要在节目里呈现出一种里应外合的感觉？我们必须要这样，你看都亮着灯，必须里应外合。老板们有话要说，给他一支话筒。你的个子，你的这些东西都是我需求的，想要签他。当然，你是个惊喜，你就直接填了个单子，就是绝技，然后主要角色等着你，好吗？明年我们大概计划是有3部戏，都是大 IP， 你自己考虑。如果你选择芒果娱乐，我将力荐你。在这个芒果的平台下，我不好说，但是我跟凯总商量好，我俩已经达成共识，如果你愿意选择我们两家的任何一家，我们一起联手做，用心去感受。太抢手了，我的天哪！无论你签到哪家公司，我都希望和他合作。现在都是大制片人老板亲自在那边说，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项目？没有上戏，没有湖南卫视，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真的，签了不管了，把它签下来。根据规则，每位同学只能反选3家企业，只能反选3家企业，请选择吧，思考一下。为什么3家呢？你为什么3家呢？有兴趣都就可以啊，对吗？喂，哎，对对对，他又临时改规则。我不管，我不管，有兴趣的我们就可以去。什么让孟子义来跟他吵架啊？等一下哈，我。就是工作人员，你现在就去把他们的表格收起来。
抓紧点时间，都不止于三家那么简单了，对吧？可以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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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是现在制服袁咏仪老师，还是等一下？可以的，可以的。我在现场的表现可能是有点夸张，但是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合格。我去收表格可以吗？写好了吗？给我就可以了。对对对，我来收，我来收，谢谢，谢谢，不用抢，直接给我就可以了。亮姐，她是你带的？对对对，她不错的，所有的成绩都很平均的。袁咏仪老师现在又违规操作，对对，我不得不代表节目组再警告他一次，他又收了所有人的表格。我作为他们的老师呢，对每一个人我都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们好的。对对对，我来收，我来收。真的收成了心，能让亮亮姐这样就是帮助我、喜欢我，帮我去争取机会，能有一个这样的老师，真的非常幸运，我也非常感激亮亮姐。上面，那个去哪去哪？我希望他们呢也可以把这些机会的牢牢的抓在手里，拿回去签吧。大家好，我叫于舒欣，今年20岁。你要干嘛？你要干嘛？跳舞。那你说一下呀，突然倒下我以为你低血糖。Music。江中集团的徐总，江中制药集团呢，是中国的大中型的制药企业，有46年的历史。那我今天来呀，我想选一个养胃的形象大使，那个倪石流同学。假如我选了你做养胃的形象大使，张大大正在逛卖场，他的胃不好，你怎么说服他买一杯江中猴骨米稀呢？生活中我是不需要任何人推销，我自觉会自愿掏腰包去买的，好吗？ Okay， 我声明一下啊。好。好的，大大哥。你我在逛这个柜展柜，好不好？来，3、2、1。大大哥，你也会来逛超市？不然呢？我怎么感觉你最近老了几岁？没关系，养胃从娃娃抓起，江中牌猴菇米稀，喝了它，你就会像我一样，每天都纯真可爱，永远不老，永远不老，不老。哼！可是我最近的节目通告很少，我不一定能够买。已经结束了，广告时间。好，谢谢。这个小鱼的特点是，只要你选了他演一个角色。不管你是主角配角，最终他成了主角。他是个非常智慧非常机灵的人。因为刚才我跟赵总我们俩在聊，我们觉得你的戏路特别宽，特别好，真性情，能成为一个好演员。然后但是我们聊说他是青衣啊还是花旦啊，然后我们就觉得你是花旦的那个型儿，但你自己怎么认为呢？他是彩蛋，但是这颗彩蛋总是特别有存在感的，然后就特别抢眼。那松花蛋也可以啊。好吧，那进入到你的反选了。可以反选了，选江中集团，还有给我帕斯卡的芒果娱乐，还有梅婷姐的星河文化。我想考你来一段即兴的表演，就是用舞蹈来表现热恋到失恋的感觉。那要不我请那个，谢谢，就是你帮帮忙吗？我就来搭一下。Come on， 青春燃起来。我们这次来是带着目标跟目的来的，把角色已经帮你都设定安排好了，所以选不选我们？选。全世界谁最帅？我最帅。赵之伟长得很帅。你的外形非常的阳刚。
哪家经纪公司选择了你，你都是他们的宝贝和天使。Isn't it great? Isn't it swell? Isn't it fun? Isn't it? 一彤的表现呢，是我很满意的，我为他感到骄傲。不管你签哪家公司，我春节后的戏一定会找你。我还没有跟你告别，你凭什么离开我？珊珊是一个特别认真，然后特别有上进的女孩子。我觉得我们已经选择了你，你来选择我们吧。是林佩版的那个少林弟，他们才是这个圈子里面未来的希望。在他们面临这些机会和选择的时候呢，我应该是当他们最坚实的后盾。再次代表我们脚下的上戏校园，代表湖南卫视一年级栏目组，祝福在座的所有的人，因为你们的善意，让我们娱乐圈薪火相传，不断有新人涌现。谢谢各位，下次见。三个月匆匆而过，一年级全体师生终于迎来了这趟旅程的最后一站，毕业大戏。同学们好。老师好。从这周开始呢，我们就要正式进入到毕业大戏的排演阶段。哇，不容易啊，终于等到这一刻了。这部剧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了不起，它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当时呢，它只是风靡全国南北的一个电脑游戏。仙剑奇侠传，大家应该差不多猜到了。其实我们这一次的毕业大校挑战的就是《仙剑奇侠传》。大家后面一个多月的任务就是选角、选角再选角，排练、排练再排练，希望大家马上调整到排练毕业大戏的状态跟节奏。来，各位大爷、各位大小姐，咱们上课了啊！好，首先任何东西呢，它是有一个唯独剧本的。对。把整体的剧本捋一遍，读出来。那我们开始吧。开始了啊。在遥远的南方，有一个美丽的王国，人们称它为南诏，世世代代的苗人生活在这里，用嘹亮的歌声赞颂他们的守护神女娲娘娘。逍遥，逍遥哥哥，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看我的，我终于等到你了。什么？十年前灵儿主到逍遥哥哥这里啊。你是说十年以前？对啊，我算过的，今天呢刚刚好十年。时间见证了《仙剑奇侠传》的成功，这段奇幻情缘带给人最初感动的同时，也历练了一众实力演员。学生们的收官公演，让国内顶尖视觉效果融入其中，剧中角色也根据每位同学的特色和演出效果做了初步的安排。你赶紧给我买酒去，别在这磨磨唧唧的。姐，我理解到那个李逍遥是他很爱武功的，你们演出来是先进进这样的，我就觉得小朋友一样。啊，对对对对，这个就是这个地方起的不舒服。你别上来，那仙灵岛你这个时候就已经击出去了，你这个节奏就没有一个递进，你知道吗？好好的干啊！对对对。为寻找表演的灵感，仙剑拍摄取景地，我们来了。
一二三，走！一二三，走！哦哦，任哲，你把他干反了，可以再回头的。拿反都可以滑的，但是他们已经听不见了，已经听不到。哎，这个衣服，陈老师你剩下吧。这个吧，谁的？对吧？我的。不行，这个跟我这差不多长。这个暖很多，你跟我，你相信我吧，你试一下吧。我先拿着。不，我先拿着，我先。全新的，刚买的。我知道。你先穿上去。我先拿着，我一会儿。不，你现在直接就把它给套上去。直接套上去。对，很厚很大的。不行，直接套上去。你直接套上去。快！它不美观吗？快点！看好不好看？穿不上。真的，气死人了。很帅气。哎，很帅气，很好看，很好看。喂，你跟学生一样，还是要这样大声跟你说话才听的。塑造好一个角色，首先需要对角色的认同，而魔派剧照就是认同的第一步。背景是个竹林来的。背景是竹林。哎，志林哥，坐在这儿。不是你低一点就可以了，你看。哦，就能跑这，这就是竹林。对，这就是竹林。对，就这个。啊！李尚，你要看这里，看这里，眼神不能太往那边，你看这里，好像是看着他的，想亲他的样子。哎，对，很好。好了，我要拍了啊。那个姿势不好，换一个姿势。姿势不好，换一个。虞书欣姿势不好，换一个姿势。再往这边一点。再往前走点。虞书欣到这个位置来。虞书欣再往那边去一点。还往前啊。再往这边一点。虞书欣到这个娄艺潇那个地方去。虞书欣去娄老师那。还往前啊。陈老师是不想拍我吗？再往那去，娄老师那。陈老师是不拍我了吗？哎，你看陈老师不想拍我了。对。OK, 我要拍了啊。这张怎么样？这张怎么样？好看，怎么样？好看。平心而论，好看，像中国画一样，对，真的，对称的，对不对？对啊，对的，就是没有脸，这张，那自己收起来了是什么意思啊？啊，不参赛吗？这张是我的，疼了。一天的实地体验结束后，我们迎来了大戏选角，同学们能够如愿以偿争取到想要的角色吗？咱们今天呢将进行我们的毕业大戏《仙剑奇侠传》的第二次选角。这轮选角过后，我们将基本确定咱们毕业大戏的整个阵容，也就是说也许错过了今天，你们再想竞争你们心目中的角色就没有机会了。这轮选角不只是咱们班级内部的选角，为了给你们足够的压力和动力，几位老师特意请来了三位外来的同学向你们发出挑战进行踢馆。什么？外来同学踢馆？外来？我压力已经很大了。他们呢将跟你们一起竞争咱们毕业大戏的角色。啊，如果他们今天表现得比你们好的话，那最后站在舞台上的有可能是他们而不是你们。哇，想得美。这也是我们一个挺大胆的一个决策，因为也是想通过这个外来踢馆也让同学们知道，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就现在就足够优秀了，所以给他们安排了一些劲敌，然后能提高他们的警惕性，然后激发他们的斗志。好想知道是谁呀。大家往后面看。
胃不好，养胃早餐江中猴菇排米稀，提醒您关注稍后看点。这轮选角过后，我们将确定毕业大戏的整个阵容。错过了今天，你们再想竞争你们心目中的角色就没有机会了。我觉得挺好的，跳得好好。不要那么怀疑，不行不行，你不能再说这个了。好了，来吧。哎，那个老师，同学们都过来一下，过来一下啊！我就想在这里，我就一年级合作。欢迎来自夏日甜心的三位女孩，欢迎！哇！夏日也不认识啊，但是大家的热情是在的，是吧？女孩啊，女孩没关系，没关系，女孩。哎，你们很现实哎。他们不单是踢那个女生的角色，男生角色也要踢的，对。哇，真的很厉害！回去吧，回去吧，缘分已尽。啊，你好！三位同学今天既然来踢馆啊，想必是一定都是有绝活的，能不能就是先给老师跟同学们展示一下，让大家对你们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可以吗？好，行，我先来吧。我今年19岁，现在就读于香港演艺学院表演系1年级。屋顶唱着你的歌，唱功真的是一流，我在他旁边我不敢唱了，不敢打扰他。学表演的，我觉得今天去踢馆是一个可以提升我专业技能的一个机会。Popular, you're gonna be popular. I'll teach you the proper points when you talk to boys. Little ways to flirt and flounce. Oh, I show you what shoes to wear, how to fix your hair. 太好听了吧！首先是被可可的唱功惊艳到了。Your hand with the right cohorts, you'll be good.我一看他就知道他是受过专业的训练的，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劲敌。谢谢大家。哇，学好了，在学音乐剧的吗？哎，很专业。袁老师踢馆成功，马上成功，踢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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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成功成功了，成功了，恭喜你，真的很厉害。我们不练了，我们回来。我脱衣服脱给你。来，下一位，下一位。在他那个年纪，最可爱的点他全占了，也不做作，爱唱爱跳爱笑。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青海金鹏，没有，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每个时光里，找自己。很好很好，用饶舌来表达我现在的想法。第一次遇见他不知道怎么说话，即便那时我们很年少，掌握不住一些说话的技巧。想挑战演员这个行业，尝试不同的人生。你不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但绝对是我内心最美丽的存在。做你的依赖不会让你受到伤害，还记得你在我耳边的爱。他们都好会表演哦，他们都好有台风哦，对不对？我连前面都不敢看。
看完他们的才艺表演之后，我也知道他们并不是来玩的，他们是真的就是有自己的实力，所以才能过来跟我们踢馆。他们三个个性特色都非常的鲜明，所以都一定有自己的杀手锏。我在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啊，他们今天踢馆的桥段呢，也是我们剧本当中的桥段以及唱段，但是这三位拿到剧本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对，所以今天如果人家真的踢馆成功，大家不要不服气好吗？在知道他们排练的时间又比我们还要短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坐立不安的那种感觉，担心一下就被打脸。说是我们内部有竞争，但其实我们还是个集体，还是担心我们这里不太好，就会让我有一种想要维护自己班级荣誉一定要胜利的感觉。三位踢馆的女生实力亮相之后，现在麻烦去化妆做准备。我是灵儿，可以我直接套就可以吗？套就可以。小贼，你想干什么？就应该让你尝尝不叫的束缚滋味。一会儿扛好节奏，就是先是这边。宇宙斩断了丝线。你又开始慢了吗？不是，我真的怕打着你。来，不用，算了，打着我就打着我，不管。我们要好看。我们今天要用心的跳。可以的，加油。加油。3、2、1，开始。小姐。确实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一个人，他表演、形体还有声乐各个方面都很出色。老师们，我们就先坐在那边看了，然后我们就先学习去吧。不，我觉得这次是我们做的太过分了。我又说太快了，你看我老说这么快。下一个一朵不什么一段情，一年之前如果我不是及时赶回来，就要闯退。好退，怎么说来着？我忘了。动词干，动词干。其实是有压力的，就我们上场前还在这儿，对，就是因为时间真的很短。但是因为有的时候反而没有太多心理准备，也就不会那么紧张，反而心态比较放松。没事，一会儿你们演，我给你们鼓掌。男一的候选人准备，加油。
因为完美。会有不一样吗？不会让你失望的。三、二、一，开始。要不要我让你几招，输得不那么惨、啊？等等，成语感觉是最香的。看剑！能活吗？啊，打得好，打得好，真的好，真的好。志伟的优势就在于舞蹈呀，整个人的气质身段一上来就是李逍遥的范儿。跳舞是赵志伟最好，他的那个力比较准确，没有那么拖拖拉拉。或许这就是爱情的感觉。我说于谦脸上唱的是三个里面最好的，因为我要考虑有唱段。若再来桃花盛开，你若还在，真的很好。没有，你们觉得呢？难怪见不得别人，装束装备，你装束都不像人。诚意啊，于继伟啊，还有赵志伟，他们三个演的都不错。三个人各有优势，真的是很难分出高下，所以只能看完踢馆选手的表现之后，老师们再商量决定。你演踢馆的角色赵灵儿，踢馆赵灵儿。我最大危机感一直是你演。曹旭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对手，我跟你演的完全是两种灵儿的版本，我们对角色的理解就不一样。我们不能说谁对谁错，只能说谁喜欢哪一种类型。逍遥哥哥，这件事情本就是我们有错在先，再说了我还挺喜欢那个姑娘的。好，逍遥哥哥都听灵儿的，走去买糖葫芦了。挺好的，今天的事情本就是我们不对在先的，而且我也并不讨厌这个姑娘啊。好，都听你二的，走进城去吧。小心手呀笨蛋。走了。我觉得汐月更贴近赵灵儿这个角色，因为她看起来更像那种文文弱弱的小女生。我觉得倪妍的表现更大气一点，而且她对角色的分析都更有层次。倪妍也蛮像的，倪妍的赵灵儿跟曹汐月演的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嗯，但是还有踢馆的呢，踢馆的很强。你是唱那个吗？一年之间泪是情。踢馆的很强。你看。嗯。啊。有点想喝水。有点紧张。别紧张。咱随机应变就行。欢迎踢馆的三位同学。加油。这次也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吧，然后试一下灵儿这个角色。其实我的性格也是那种很大大咧咧的，蛮李逍遥的。我踢馆的角色是林月如。来吧，就这样吧。这三位拿到剧本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如果他们今天表现得比你们好的话，最后站在舞台上的有可能是他们，而不是你们。三、二、一，开始。
等你们跑远了，我自然会放了这个刁蛮丫头。我们还是回去吧，我觉得这次是我们做错了。少假惺惺，看剑！我不是故意的，都是你们太过分了。我不是故意的。太子宫里是什么？还是肯定会有点就是迟呀什么，但是我觉得已经在我们三个已经在能力范围内吧，因为尤其像美娜又是女扮男装啊什么的，其实我们三个已经是尽力了，我觉得。逍遥哥哥，一年之前，泪湿情缘又斩断了丝线。死别离，今日再次重演，山盟海誓都成过往云烟。他唱歌蛮好听的，他唱得很好。你永远不变的笑脸。他唱得很棒，也给我很大压力。他的舞台表现能力比我们的强。演那个赵灵儿的那个女孩张可寅，然后她在舞台上的感觉是比较好的，比较稳，她有那个灵劲儿，她眼睛不啷啷啷啷啷的看，有那个灵劲儿。因为她的排练时间真的很短，所以你不能预估她如果再去这样高强度去排练的话，会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虽然我们的同学也很优秀，但是不得不说她真的是一个劲敌。同学们可以去稍作休息，然后老师们讨论一下今天的比赛结果。逍遥哥哥，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了？今天感觉棒棒哒。同意举几杯的举手。整得我好紧张啊，心砰砰砰的在跳啊。我今天就唱算是完成了吧，非常好，没有出纰漏。没有。但是灵儿的那个夏日甜心，她唱歌很好听哎。对呀、啊。然后你再问一下。唱得很好。你觉得我们能提成吗？我们这次时间太短了，其实。支持曹曦月的有没有？倪妍。倪妍。第二个是那个曹曦月。林雨茹的田一桐，谁同意？等，不要那么怀疑。他们还讨论，简直是一种煎熬。不用问他，你再给他的也说不行。定好了。来吧，成功，让他们来吧。好。我们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体管结果。赵灵儿，啊，你怎么办？我有点紧张了。A 爵士，倪妍，倪妍。B 爵士张可寅，林月如，田一桐。恭喜今天踢馆成功的同学。那之后会住到创意吗？他肯定跟我们回创意。哇！咱们李逍遥。哎，那个老师，我有一个想法，就耽误大家三分钟，是这么回事。我什么？这么几个月下来，和同学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大家也都是挑选出来的精英，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并肩作战，相处了这几个月，我们也彼此有很多的回忆。我就想在这里，我就想退出《仙剑奇侠传》这个角色，退出《仙剑奇侠传》李逍遥这个角色。你？对，李逍遥这个角色。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能支持我这个决定。我做了这个决定，真的是自己深思熟虑过的。我作为科班生的队长，之前我也得到了很多的机会，所以在最后一次集体亮相，我想把这个机会给予更需要的同学。你先让我们讨论一下吧，让我们讨论一下吧。对对对，好好。没有什么话了吧 ？OK 吗？退下，退下吧。我有一个提议，我有个提议，我们李逍遥的人选，我们不考虑谁退出不退出，我们现在按我们心目中的顺序啊，一二三号人物选出来，行不行？行。然后按照二三号就选就行，好，好不好？你过来，你跟我们能不能提前招呼一声啊？你先听我说呢，我本来昨天也想跟你两针的时候，但是我你怕会影响我们今天？对，我真的会怕你演影响你们俩的状态。那你今天这半天这么尽力的去演，你就是为了配合我们，就是为了想让我们能够保住这个位置？对啊，我天天督促小伟，我天天说你不能松懈，你不能必须给我拍。我昨天晚上一点多还盯着他，哎，阿南也是，你懂吗？我也希望你们真的通过自己的能力或一个过程当中呈现出来最好的状态，能演上角色。知道你对我们这种，但是你自己呢？我们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提款结果，那么李逍遥 ，A 角是赵志伟。B 角是程毅。哎，各位老师，首先我觉得可以把我照片放下来，我觉得对我一点尊重。我一直会陪伴大家，督促大家排练，或者是老师给我分配一下其他的工作，做幕后等等之类的，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能支持我这个决定。我先讨论那个，如果他这样说，我们就把他，就退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首先要尊重这个人个人的这个选择，他都不想演了，你还让他你之后再拉着他排，他也不愿意排。当然你要尊重他的选择啊。而且我们平常拍戏也遇到这种状况呀，别人不演了，很正常，这很正常。他是一个成年人，他难道没有做出自己选择的这个能力吗？他有的，即便你不能接受，但首先要尊重别人。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他的这个心情。陈老师，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来一个投票，就是让不让程毅离开。我同意。我同意。谁同意？我同意。我同意。哦，全票通过。好，行。然后按照二三号就选择好，好不好？好，真好。哎，舒服多了。程毅呢，他是这几个孩子里面最成熟也最稳重的一个，也是我很信任的一个人。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是尊重的。我们老师只能作为引路人，最终的选择还在于他们自己。你整体队全都好了，你才是一个厉害的人。不是说我陈毅一定要突出我自己演上李逍遥，就证明我自己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因为我希望就是你们真的毕业这四年，我不想最后你们什么都没有演上。这还有二十多天，我天天盯着你们排练，需要我什么我都在，这个角色我都来配。我觉得就是我将一个大哥哥。因为程毅之前一直都是在跟我们一起排练，我们彼此之间已经是有了默契的。当时他的退出确实对我们影响挺大的。咱们李逍遥，别紧张，先跳到这儿来了是不是？咱们李逍遥，A 角是赵志伟。天哪，我终于拿到 A 角了，还有点失落吧？我觉得赢的不是那么的畅快。本来是想跟他来一场竞争嘛，大家可以互相较量、互相学习的。B 角是于继伟。于继伟。于继伟。
于继伟今天的李逍遥演的也是挺好的，演的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希望再给他们多一点时间，表现得更好，让我们老师们可以更清楚的应该是谁来演这样。毕业大戏的角色分配终于敲定，在踢馆赛中，有人突破自我，有人扬长避短，让我们共同期待吧，他们更加精彩的表现。三天的实地体验接近尾声，完成了紧张的大戏选角之后，一份生日惊喜在悄悄地靠近。妖气姐姐，怎么了？就是我们想帮任泽哥过生日，然后我们去镇上买个蛋糕。我们是要给他一个惊喜。然后等他们先去买蛋糕。我跟你们说啊，以后啊，不能这个样子。可以，你们看到。可以。就是我们两个去镇上买蛋糕，然后让潘潘带着任泽师出去。我们呢？我们去那边藏起来，躲起来。我们及时联系，好吧？好啊。电话联系。这切的太……错，对不起大娘，我们错了。去买烧饼给我吃。走。好，对不起。走了。潘潘，妈妈，我帮你过来，我那个手机有点问题，我找你。我们有一个神秘人物要找你。谁啊？潘潘，张志伟。啊！我们帮润泽过个生日吧。就上次他走的时候，我们答应他了，对吧？你就把润泽带出去买东西，他们所有人都去藏在那边，你就带他两个人在这边等，然后我们到时候时间卡好，我们所有人一起出来。好，进行。你演技最好了。我的演技，你们放心了。星星，快！衣服已经完全在考验我的臂力，端不动了。啊！加油！张老师，我们到了，你快点叫所有人都过桥吧。OK。哎，他们到了，现在可以去了是吧？谁陪我上厕所呀？玉米啊，那走，我们去尿尿吧。我不想去啊。你不想去吗？我话跟你讲，你别随地大小便啊。不会，这么多人看着呢。就在这后面，在这树后面。杨老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可以过来。我们准备过来了，等我们一下啊。好的。好，拜拜。好了，同学们 ，Let's go， 隔在对面。我的鸡。陈老师，再见。一起去。不送你们。走，你也快来，走了，快，给你烟火，分一下，一盒里面有很多根。我来分帽子，宝宝们，你快一点，任泽，走，人呢？可是他们人呢？哎，两艘船没有了，船也没了，对。来了，准备好了，我们这边准备，营地，我就不，营地，悄悄过去，我们唱一个悄悄的歌，然后过去，悄悄的过去。小心呐，小声儿。点完了，快点喊了，一二三，王任泽，生日快乐！灵儿，王任泽，灵儿，你不能死啊，灵儿，王任泽，他听不见的，天哪，王任泽，你在干嘛？灵儿。我李逍遥对天发誓，以后你每天都可以喝到江州牌红豆米稀。生日快乐！哇！然没了。Thank you。
我说你们怎么消失了？当时就超开心，就直接跑过去了，真的是没有反应过来。哇，爱你们！所有的人都拿着那个蜡烛，戴着小帽子，然后就出现了，就觉得哇，就是这种感觉，是真的吗？我给你戴上，我们都是粉色，就是你是蓝色的。谢谢。生日快乐！谢谢崔老师。我的生日是10月28号，我想留在这里过生日。11月28，我想留在这里过生日。我真的很想跟你们一起过一次生日，因为我是第一个过的，但是就没有机会了。等你过生日，我真的要送你一个大蛋糕。最大的愿望就希望他之后的路越来越好走，一路上能有我们这些人的陪伴就好。谢谢。为你写诗，王任泽。任泽，任泽，我为你写了一首诗。任泽芳菲，次第开，萧王未改旧妆台。当时神女今何在？不见巫山云雨来。你这眼睛什么时候就？不是今天。看来你早已经预谋到这一切。嗯。三个人。不会。潘潘，我们现在玩游戏，想一下游戏什么游戏？击鼓传花。OK， 好，坐坐，常老师过来，过来，你过来，你乖。行，快点，你乖一点。陈老师调皮。第一轮他来喊。好，来，准备，开始。听听听，表演一个节目。我要祝润泽生日快乐，我要表演听他一下。很棒很棒，亮姐亮姐，观众开始。往里面穿，不是不是，是往回，是往回。停停，喂，你认啊？我也表一个亲哥，不行。喂，放啊！那一样的吗？谁被抽中了，就一定要选一个人做自己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你会选择谁？没关系，我们都爱是很广的。老公说说，对，除了他之外，我选你演。为什么？为什么？啊，回家了我。哎，说原因啊。你要让我输的也输的有原因啊，有原因啊！我刚才看见他弄那些食物的时候非常鲜味，对对。这样吧，我们讲出就是在座的各位一个人的秘密。我觉得可以讲一个自己的秘密，挺好的，快来。开始。我好开心啊，陈老师，没事，没事，太好了！放大招，放大招！没错，有请陈老师来了。安静，哎，安静，
我都要说秘密了，你们还这么，我怎么说秘密啊？我刚刚说了，我要说这个秘密啊，有一个条件。哎，为什么你可以有条件呢？对呀，对呀。我就是说，就是你们要帮我塑造一个这个氛围。什么是一个说秘密的一个环节。对了，很聪明。哎，不过真诚。陈妈在上线了。噔噔噔，再来一句。噔噔噔噔，再来。哎，很好。秘密，快点。来，再来，第三。秘密。不要破坏氛围。往这边。不行。我跟你说。不能再配合他了。哎、不行，我真的，我马上就要说了，你被你打断了，袁老师。现在就要说。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是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生了一堆火，然后呢，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就是我刚才我在这儿烤火的时候，我发现了。就是说。胃不好，养胃早餐江中猴菇排米稀提醒您关注，稍后看点。欢迎来到我们的湖南卫视鹰眼级节目组毕业大戏《仙剑奇侠传》的音乐舞台剧的现场。珍惜现在几位老师对你们的辅导，祝贺大家将来事业大成。干嘛呢？你们走去哪？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是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生了一堆火，然后呢，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就是我刚才我在这儿烤火的时候，我发现了。就是说。我忍不住了。实际上就是当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这个远古，就是人类的这个远祖在这个发现这个，哎，不，这个很重要，我马上就要说到了，就是哎，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就是因为就跟这个火有特别大的这个关系，对不对？对，这个承不承认？承认。所以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什么？这个不是秘密来的，你听我说呀。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实际上，当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火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想一下，就是说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有一个建议，我们每个人呢，我们对着这堆火呀，诉说一下我们心中的这个秘密。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您的秘密是什么呢？的秘密就是你们的秘密。不，我们现在从潘潘开始吧。不行，从潘潘开始。别被他 Q 了。哎，这样，我觉得陈老师这个提议很好，但是是下一个环节，来吧。耶、yeah ！从那个谁开始吧。你好，我叫于继伟，我想在我30岁以前，我想成为一名演员，一个有实力、有内涵的演员，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只是靠外表去谋生的一种演员。行，话怎么说的？靠外表谋生不是一直是我吗？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对什么事情都抱有热忱，然后希望让身边所有的人都能得到保护。我想做一个可以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后可以守护自己爱的人，还有需要守护的人。40岁之前吧，我希望能用我拍戏赚的钱给我的家乡拍部电影、纪录片。我希望能够认认真真的、好好的完成我们最后那一场毕业大戏，为自己画上一个很圆满的句号。
邓老师，要不要说一下你怎样？你对火的有什么话？对，我也是个年轻演员，但其实我拍戏已经七年多了。半年前的时候，受到了一些争议、谩骂，还有一些误解。但是我都一直很坚持，我是一个演员，我希望能坚持下去。不管遇到任何的挫折跟争议，我都希望自己能演好每一部戏。希望你们也能坚持自己的初心，不管你们以后演什么样的角色，大角色也好，小角色也好，都能保持当初那一颗纯真的心。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好演员。一直保持住对人生的热情，对演戏的热情，我觉得很重要。我确实就是在像你们这么大年龄的时候许下了这个心愿，就是将来我要做什么，然后我一定要做到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慢慢的用自己的这个努力去实现。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希望你们能够对得起自己的这个许下的这个心愿。家人平安，老爸。青春闪烁，希望不灭。终有一天，小小梦想会实现。要用心去爱，有你在身边，不会有终点。青春闪烁，我们大家围绕在火堆前，开心的唱歌、跳舞、做游戏，有一种真正是一家人的感觉。非常的享受当时那个情景，大家在一起，非常的快乐。这个经历可能真的很难再有。希望我们那个许愿灯啊，还有我们那段回忆，都是大家最美好的回忆，可以怀念一辈子吧，我觉得。一年级好，养胃早餐，江中猴菇排米稀，提醒您关注下期看点。欢迎来到我们的湖南卫视一年级节目组毕业大戏《仙剑奇侠传》的音乐舞台剧的现场。珍惜现在几位老师对你们的辅导，祝贺大家将来事业大成。干嘛呢你们？走，不是我们去哪？有两位优秀的年轻演员来我们的毕业大戏踢馆，很多人说你们俩很像我，你们真的是差远了，真的是差远了。要不要他们下来换他们上？最后上台的是他们俩。我是一年级学生可可，本周的表演家庭作业由我和于继伟同学来为大家布置。灵儿，小哥哥，我现在就救你出去，让你恢复原样。哦，原样就是这样。你不是这样，灵儿，灵儿你不是，灵儿你是。我们会在小咖秀的一年级专区等着大家来和我们合演这段戏哦。下面看看上一期有哪些精彩回客。知道自己错了吗？知道。